用这副品，哦，那么这个迄、那个世界内的菩萨，问看咱这个释迦牟尼佛安怎样教育这个众生？那么这个各位摩诃大师就甲讲，咱这个众生吼真顽固，真歹教，啊，足够造业。所以释迦牟尼佛他甲众生教就是甲讲，这个咱这个世界有三恶道。有地狱道，有畜生道，有恶鬼道。那么这个地狱道、畜生道跟恶鬼道，在苦难的地点，就是拢种唔捌理的愚人啊造业去的。所以伊就，咱有甲咱讲出这个内容安怎造业。那么前日讲到这段是讲阿未完，这个话题讲阿未完哈。那这若讲完，较去讲新社兴是新社兴报，靠社兴是靠社兴报，以社兴是以社兴报。那么这个咱用对这个过第十二页，哦，第十二页，这个第二段，咱即马用对这甲咱讲过。那么咱即马在拢总是有关苦难的问题。造因，哦，等于造业，啊，安怎样受报？所以咱去列头前遐道，甲咱提出的这个五道经、观佛三昧经、分别功德论、弥勒菩萨所闻经。那么用这段，就是搁甲咱说明娑婆道论安尼。这个娑婆道论有讲到，讲亲像有数必求，这个就是计讲，咱前日计讲过迄、那个。诶，盈盈啊，着嘴安尼加减啊，补迄位，敢会记着？吼、哦，交婆提番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本名交番提婆提，交番婆提，一中文叫做有数。所以这个娑婆道论，伊较引起这个比丘，伊本身已经证阿罗汉道啊，可是呢，伊这个习气还佫低咧。盈盈拢会时常嘴安尼补，哦，咱平常时计补迄个口香糖安尼，就安尼补安尼补。啊，所以伊应该就讲，原因就是因为伊五百年进前有做五百世做牛安尼，前五百世遐减一字，咱大家甲添落，前五百世拢讲做牛嘞，所以牛会补。什么原因会出世做牛？就是因为伊加一位老比丘，讲伊个念佛上经，敢若亲像牛个食草，所以敢若迄句话唔对呢，啊，就出世做畜生道。那么伊五百世结束了，出生到人间，啊，五百世到底偌久？那是以中国有个讲三，迄个过一世三十年，啊，十世三百年。啊，一百岁咧，三千年；啊，五百岁都要万五年。万五年做牛，看伊爱投胎几次。哦，时间遮尔啊长哦，他过来出生伫人间，原在迄个湿气还佫滴咧，原在嘴安尼补安尼补安尼。即摆来呢，即、這个娑婆道论，他佫引另外一个例，有一个比丘哦，伊有那原在见到罗汉道啊。但是真奇怪呢，伊思想都爱照行呢，真奇怪。这个 BQ 是男将哦，男将较叫做 BQ， 女将称 BQ 呢。可是呢，伊思想都爱照水影，爱照行。啊，是甚物原因？伊就是过去有真济事做记录，伫记录收起来。所以呢，伊伫迄个阴路着阴路中来呢，所以伊即马因为较早做记录，计打扮一定爱照镜，所以迄个习惯性准调咧调咧，甲伊将甲伊即马出世做 BQ 已经成罗汉道啊，伊原在迄个习惯还佫会爱照镜呢。吼、哦，佫来进来这较佫因的木建连咯。这个木建连伊有神通，伊嘛见过罗汉道啊，但是伊为什么拢会不时跳去伫道顶？
跳去你台下顶，安尼，点啊手安尼摇，有阵会跳来跳去啦，安尼喜人。原因就是伊过去捌做过猕猴，就是捌做过狗安尼，捌出世做狗，所以伊这个狗会出生宝宝了，出生伫人间，搁在修行，已经成佛成阿罗汉道啊，原在嘛是啊，搁迄个习惯性跳来跳去，吼、哦。所以想看卖啊，所以咱人的习气吼，要长真困难长啦。啊，了解无？不是遐好长，不过无彻底长，阁袂使进。因这个性格的内涵哦，有迄个习气，啊，阁迄个怪动作，不过迄个怪动作无做着歹业，所以迄个怪动作袂阁再互因对了。吼、哦，无去做恶业，但是习气有哪有可能引起恶业？这点爱足注意哈。因为伊正果啊，未搁在做恶业，但是咱凡夫的习气会搁在做恶业，即爱作注意。譬如讲，咱人跋脚已经断啊，无爱跋，可是人去跋，你心内还阁会想要跋。万一你若是因为控制未调，搁在跋，那么代志就歹啊。迄、那个就是因为凡夫的习气，搁引起作业，就搁倾家荡产啊。真侪跋脚的人就是安尼，食酒食到带病。医生甲讲你袂使食，我有一个朋友伫台东，食甲带病，肝问题啊胆破去，他妈袂赴来到高雄医院手术，手术好去，啊医生讲你袂使食，你着食甲遮严重，唔通搁食，好去了伊搁再食，食一个身体搁再恢复迄个病出来，到尾无偌久就死去啊。所以反复的习气搁再惹出着迄个病出来啊，可能较无益。哦，啊，这是已经见过的内涵了。伊对了畜生道，但是起来了，迄个习惯还佫伫咧，伫咧了呢，伊已经见过也袂要紧。哦，那么这个就是萨婆多伦讲的，因为咱谈到迄个内容是佮讲到地狱畜生恶鬼自然处，就是愚人造业落去，所以即马这个是佮因地造业，敢若一个口业就落去啊。我会使乌白讲话一个袂？爱足注意啊！一个口业安尼尔，讲伊那想过食牛、过食草，安尼就对啊。好、哦，那么迄个根题就是去讲，就讲另外一个正果了，含讲伊，敢那亲像狗个肥安尼，安尼伊就落来做狗胎啊。哈、哦，来，即马咱搁在因的环境哈，因的环境哦，即、這个环境内底讲，什么是烦恼的依报？烦恼是去讲无明造业所产生出来的报安尼，无明造业产生出来的报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今来第一个讲，若有众生习根贪欲，是报业果，对有地狱，将地狱出受畜生身，所得甲畜鸳鸯，应母清浊兮，必弥陀之宿，何来？这个是讲咱众生呐爱迄、那个接近迄个贪欲，这个贪欲是计讲什么？就是讲色欲。这内容是计讲色欲哦。那是色欲较深的人哦，死去了后坠到地狱。迄、那个地狱是啥？热地狱，火热的地狱。火热地狱伫对日了，就是伫咱地球的中心点。因地球的中心点还佫一团的火热，所以迄个火山。不是给爆发，就是内底迄个岩浆出来，所以即马即个热地角就是伫迄个所在，安知影吼？但是如果伊那是伫热地角出来咧，出来伊会受畜生心，因为伊阴欲重，伊出世做甚物？就是出世做粪鸟，啊，即、這个麻雀、鸳鸯、鹦鹉、青雀、鱼鼻、甲迷鸢之类的，吼、哦，人讲鸳鸯最鸟。这类是属于阴欲的一种鸟啊，出世在吃，但是伊将来若是搁在伫这个畜生堡堡了起来到人间呢，受黄门女，哈、哦，黄门女人二金二金无金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伊伫这个人道中就袂当生欲，或者是无生殖器，啊是讲迄种人妖。阴阳人迄种类，啊，若无就搁再落烟花嘞，搁再去做记录安尼。迄、那个习气迷信起来到人间，伊搁再原在做迄种事业。
所以即马伫基鲁河迄类诶人实在是也可怜，听吼，因为伊过去伊是未尽，所以即马起来到人间，伊阁拄迄种业落啊，吼、哦，算起来有哪可怜啦、啊？因为迄个轮转，咱咧日报咧，啊报伊即马落地狱道，阁再起来，变畜生道，畜生道尽起来到人间，伊阁再操即种业，吼、哦，安尼拄啊永远伫遐轮回。但是还有出家的机会啦，因为这个涅槃经讲，伊那是如果有机会得到出家哦、喔，注意，伊容易犯到当界，就是阴欲界安尼，会搁再去犯到阴欲界。但是这种的人如果那是讲依据着较有正确的师父解毒食，解爱真严重，甚至因果搁再彻底去了解，安尼就较袂。虽然迄个心会起念。因为迄个意识就是对装饰出来，啊，佫会起了，不过伊唔敢去犯业，袂佫再去犯着这个阴欲界。因为那是佫再出家了后，犯着阴欲界，伊佫堕了地狱啊。安尼在伫这个所在去轮回，地狱畜生人间，人间了伊佫堕落安尼。因为超阴业的人哦，参阴业的女人，啊，佮爱行花街柳巷的男人，这第二世都拢堕落。我伫这个八关斋戒不是有提醒嘛？应该大家听会详细较对，吼、哦，那如果讲上品罪就是六亲眷属的淫欲，中品罪就是对花街柳巷找风尘女郎，那么这种的人第二世拢总对落，六亲眷属行淫欲一定对落地狱道，风尘女郎找风尘女郎淫欲一定对落畜生鬼道安尼落，吼、哦，这咱有前面较讲过啊。所以，若是有机会出家，伊阁容易犯着这个当戒。但是，若是有积德、该教养、叫修戒，安尼伊可能就袂对了。迄因缘就伫提升起来，吼、哦，这是涅槃经讲的。但是，涅槃经又阁在讲第二段：若有众生以闻众心，十根亲畏，是报热故，对无地狱，将地狱出受畜生心。所谓毒敌，故事中毒：一见毒，二触毒，三起毒，四是你甲成迄个个定着，迄定着毒了吼。这二字我无显啊。火龙、狮子、熊皮，吼、哦，鸟儿、鹰鸟之属，欲得人身故足十二种恶如鱼，多样养鸡，养猪捕鸟。波鱼、蜡丝作织、溪过修甲、酒粮倒欠输纳，若得出家，易犯第二重戒，是名依报。安尼，那么这个内容是讲安尼，也是众生伊的心，亲恨心真重啦。众生的亲恨心真重哦，伊的到尾来苦报是对着地狱，是甚物地狱？这个亲微心的地狱吼，另外一种的含迄个一地狱是无同哈，吼、哦。但是伫地狱的缘已经尽啦，从地狱出来了后，伊会报甚物款的动物畜生，就是毒蛇，迄毒蛇就是讲毒蛇。但是这种的毒蛇有四种毒，看到就着毒啊，人去甲看到就着毒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伊的身躯边吼，可能会散毒，散毒咱人家看到，就去有迄个毒气漂浮来，啊身躯都有毒气啊。我亲像最近这个口蹄疫吼，口蹄疫嘛是迄个毒气伫空中漂浮的，安怎样吼？唔是讲人即只毒、即只病毒个掠来迄毒林、迄、那个枝条所传着，唔是安尼，是迄个空气中有这种毒，啊漂浮到迄边。啊，猪啊，搁再去，和这个毒气，搁再用安尼赢过了，这个猪啊，就搁得病。这个叫做，敢那像属于见毒之类的。那么第二叫做触毒，触毒就讲甲摸着，就身躯就有毒啊。那么这个物件就敢像迄个西门高糖，西门高糖，咱人甲摸着身躯就会上啊，和烧过就上啊。那么第三就许加着，像许毒蛇加着迄类的，啊那无就是许定着，定着就亲像迄个胖。吼、哦，胖虎头胖，那定着规身躯都肿起来。
这就是有毒的蛇啦。那么内底包括火龙、啊个狮、啊个熊皮，这熊甲皮是属于熊类，这个皮子是比熊较大只，哈、哦。那么来就是鸟、啊个鱼啊，啊那无就是迄个鹰，就是迄个奶鸟啊，鹰鸟、雉鸟，那属于奶鸟啊一类，哈、哦。啊那是讲伊将来呢，伫这个畜生道已经结束的这个恶业，伊提升在人间。伊做甚物事业就对，这种的人拢做甚物事业？第一就是杀羊的，杀羊啊之类；第二就是饲鸡；第三就是饲猪；第四就是去猎鸟啊。即马感觉看到人迄伫田头哩，啊拢用网啊安尼围起来，迄类的，吼、哦、用网啊去网鸟啊，即种人啊甲猎鱼仔的人。啊，甲拍蜡，啊，甲做菜，啊，搁再来这个溪鬼，这是啥物货呢？就是伫架场拿刀去斩犯人迄种人，迄、那个斩官，结斩的迄个人员，吼、哦，即马伫架场恁拿枪去拍死犯人迄种人，伊若伫即个起来，出事伫人间拢安尼，啊，若无就是修改，就是迄个恶官恶卒。即马感觉的警员就是这类的，对面做警员有滴感觉的警员，就是伊的前生，就是伫这个亲情心起来，所以修恶的这个个恶卒官员吼，迄个犯人呐，唔得拢会甲拍，迄个亲卫心拢有冤在滴咧，会拍。安了解吼，即马来就是啥，迄个什么叫做救良，就是邪法的救术，迄种人，拢学着邪法的救术。迄类的人，即马来就是胎教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来就是输啦，就是结用迄个个，他们多是拍蜡，迄、那个拍蜡是用枪哦，啊，即马即个是啥？输啦，即、這个就讲是用迄个网啊，用削陷阱，啊，削迄个刀啊，有无？迄铁夹啊，迄，这是无相。伊若出来到人间时，拢总做这种事业。饲猪啦，饲鸡啦，猎鸟啦，猎鱼啦，做菜啦，迄习惯就拢擦性的即类的，吼、哦。但是伊有机会哦，总共有机会出家，有乃犯的第二等界，就是堕头界安尼。那有出家，拢会差不多会犯即类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即个叫做依报啦。但是不过伊出家了，搁再犯着堕头界，伊会搁再堕到地界，搁再累啊。所以出家人爱足注意，无出家嘛是袂使堕头啦吼，这应该咱知影。所以咱这个道场的所在吼，要食一个物件，创啥也袂使随便吼，这个都有哪甲咱提醒过啊。就是在家将来到这个三宝道场吼，当然是咱遮的主持附属的人，款物件做你食袂要紧，俺知影可以做你食。来到遮都有物件，款互咱食脆大，食一啥做恁食袂要紧，吼。啊，当然我假讲是讲提醒一下，无应该是无人讲安尼随随便便就去走卡摕物件去食啦，吼、哦，应该是无这种人较对，吼、哦，不如个有那甲咱提醒一下，啊，搁再哪去到这个佛寺林，人迄个更远啊内底哪有规矩，有哪卖随便乌白共买，会记真哈，迄道迄个出家师有办，互恁食，说恁食无记，啊，若无就卖买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，啊，这个了解一下。搁再来哦，哈！下面这段，若有拾金牛齿之人，是报宿时队伍地角，将地角出受托生身，所谓青猪牛羊水牛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下面这第三份呢，目杀加走就对，哈、啊，知影吼？吼、哦！啊，甲这个个文物文经，这个第三份的网啊，这个拢总叫做网啊，但是迄个网啊有几啊种类嘛，吼、哦！网后过来种，啊个鱼子，鱼子就到遐。若得人心，浪茫暗哑，吼、哦，两残背枯，两残背枯，共一个意思哈、啊，就是弯了驼背。自今不苦不能受法，若得出家，自今暗遁喜欢第三等界，吼、哦，四等界之杀人界安尼，是为依报犯界又坠落地狱。这个就是说，若是一生中无耻五见，
家己想家己钓迄种人啦、啊，伊果报生息会对着地角，但是伫地角出来呢，搁再对着畜生。那么伫对着畜生的中间，拢对着什么货？做象啦，做猪啦，做牛，做羊，啊个水牛啦。因为牛饲的人是自放嘛，啊所以这几类动物拢总有放咧，干那猪无放放咧嘛。吼、哦，牛嘛无放放，水牛、象，吼、哦，这拢无放放咧。所以这个叫做牛饲自放，较造成这种问题。啊，若无着这种小虫、目虱、家蚤、蠓啊、狗虾这类的，吼、哦。搁再来哦，伊这个搁畜生报呐，报真提前去了人间，伊差不多拢会臭耳人、青眉、矮狗。头前这三个就是臭耳人、青眉、矮狗，啊加这个人讲翘骨、两层背骨，这同一个意思，就是人翘骨。你敢知有人这个背？比头壳较悬，对不对？捌看到迄种人有无？伊这个头壳站落，甲比脚头乌阁较低啊！啊，这个脚只片凸起来准，那就伫顶悬啊！这是伫头前这个两层就是较严重。啊，咱背骨就是讲较无遐严重诶，吼、哦，翘骨较无遐严重。所以这四字就是阮阿个讲，就是翘骨的意思，啊。牛市的人报报了起来，到顶悬就安尼。但是这种的人哦，应该袂使出家啦，因为伊的六根无固着，袂使出家哦。万一那是有出家啦，有出家，伊出家了，有那真暗遁啦，就是有那牛市就对。伊的胳膊有那牛市学袂下，吼啊有那五根一大堆，但是较会容易散，容易犯着这个四重界中间的这个杀人界。但是这个叫做医报啦，因为还佫会造成迄种习气来害人。但是伊犯戒了，伊佫再对落啊。吼、哦，来即马第五项吧。第五项即、這个，第四项，若有受习骄慢之人，是报属实，对有地狱，从地狱出受畜生身，所谓本堂。得离天马，欲生人中，或人罗比心，贫穷乞丐，或得出家，尚为众人之所倾羡，喜欢第四层界、大梦语界，是名依报。来，即马即个，如果一生中真骄慢，就是骄傲啊，轻视别人的这种人就对。咱较牛啊，别人较含慢，啊，就共轻视，迄种叫做骄慢啦。但是伊果报成熟了后，人死去就对着地角。但是对着地角，对地角搁再起来呢，会出世做动物。但出世做动物，大多数啥物？粪虫就是屎虫啦，安听哦。屎壳的虫，也是迄个鸡屎虫，即类哦，哦。啊，若无得出世做骆驼，出世做驴啊，出世做狗，出世做马，吼、哦，因伊骄慢嘛，骄慢即马来呢，伫咱人间伊就爱互人切割，胳膊就是对台就爱互人切割。如果伊若是搁再来出世伫人呢，伊差不多咱平常时皆讲的迄个奴婢，啊，知影吼，互人请做主干啊迄类的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女佣迄类的。那无呢？伊就是贫穷做乞食，咱听吼。因为较早伊共骄傲，即马就爱共分。较早骄傲，即马来服务人，就是去甲互人做奴婢、做查某囡仔，吼、哦，拢会出去做这类的哦。但是伊如果那是有出家啦，拢差不多会互人轻视，因为伊什么代志拢较未晓做，啊，无人缘，啊，较会互轻视，因为伊过去是骄慢。就无正善德善因啊，所以伊即马会防轻贱。但是轻贱中呢，伊一生中较会犯着第四重界，较会大妄语界。什么叫做大妄语界呢？会讲迄个大白贼的话，譬如讲阿未见过，阿就讲正过；阿未晓讲会晓，
迄类的。但是大望语界出家人大望语界是会搁再再对了，小望语是忏悔都不要紧，但是大望语会对了，爱足注意哈，安尼。那么由我呢甲看开哦，萨婆德论计讲的做畜生有原因，对了地狱；涅槃经计讲的对了地狱有原因。地狱起来搁再出世做畜生，再来较搁出世做人，这两种有原因就对。原因是啥物？就是这个个，只要有讲过哈，众生尽贪欲，这个就第一条讲到色欲，第二条呢讲到嗔恨心，第三条较讲到这个个无耻心，我见无耻，第四条较讲到骄慢心安尼。所以这四类的这个业力，拢会对着地界，甲对着畜生道，实在到人间内底哩，伊搁再无好安尼。所以今仔日今生今世，咱做人，无论咱过去安怎样，拢卖管，不要紧，着过去着过去啊。现在已经有机会来到人间啊，咱若有这个因缘来闻到如来正教，那么你着爱把握今生，我嘛爱把握今生。安听吼，这世人着唔通搁再好落去啊，唔通搁落去。那是有这个贪心痴，譬如讲这个欲念，较紧修改，因为无修改真正袂使。哦，另一呢，他搁用咧环境，用这个个灵验经搁再甲咱讲，贪欲，这个个淫欲一定要修改，搁再来呢，嗔恨心嘛爱修改，啊、哦，那么这个无耻心嘛爱修改，骄慢心嘛爱修改，那无的话，有个听经无修改嘛是有那有对落的可能哦，爱足注意哈，哦，那么这个就是咱头前去讲的，是地狱，是畜生，是恶鬼，这个自然处中间是。无人生处，就是做恶业的人落去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因的这些，从其他的经典来给咱印证，应该这法义袂偏差。吼、哦，因为已经印经，我唔惊唔对。啊，我若家己曲解就会唔对，安怎样吼？所以我，你若看对头前，我拢用经典来印经典，安尼我袂错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拄我有看到，我若无看到，譬如讲，我若无看到《萨婆德论》，无看到《涅槃经》。当然我嘛袂当因嚟只讲，甲咱证实讲，即个是真严重个代志。吼、哦，阿、啊、佛陀先嘛，因为佛陀他众生伫六道中个轮回，会对到三恶道，就是有遮个因嘛。有遮个因，才会对落啊。若无遮因，就袂对落。所以甲咱讲个遮详细，咱若唔修，佛陀嘛没有办法啦。听好无？啊，恁都要服落，就恁个代志啊嘛。也慈悲心要救人哈，嘿。都一生中，会记住，咱个人的环境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啊是人无耻聪明，吼，啊是讲这个六根不全，绝对拢有原因。无迄个讲别人会，别人袂咱会啦，吼、哦，别人无这个代志，咱有这个代志。啊，无迄个讲别人会晓，咱袂晓，是甚物原因？所以伫这所在顺续甲咱讲过，因为我即马讲，我因咧。啊！恁唔通恁联想就好啊。有一个有两个女将来，第一个女将看一个囡仔，佮抱一个囡仔，但是呢，来白沙在个老师傅，你看我这两个囝，拢总气嘴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就问讲，啊，恁先生爱钓鱼啊无？伊讲，因先生十六岁就开始钓鱼啊，佮今已经二三十岁啊，叫伊卖钓，还是要佮钓？啊！人家讲你已经生这个囝，咱别人嘛甲讲啊，你已经生这个起水囝啊，含你个业力有关系啊。但是殷先生无相信，讲钓鱼也是我的代志，这两个囡仔哪有迄个讲我钓鱼啊？囡仔会起水，所以殷先生唔相信。但这个呐，莫怪啦哈，莫怪伊唔相信，应该自作自受咧。哪有迄个恶作他受？我正要引你安尼，你爱联想的代志啊哈，啊。我讲，我即马我甲因某都那起做即个反驳。讲师傅，那安尼来讲，这两个囡仔无辜，我袂当讲无辜。安怎吼？那当讲无辜？这两个囡仔伊的前生就是有那爱钓鱼啊。安听好无？爱钓鱼啊，今仔日卡来互即个老爸啊出事。听好无？但是伊即个老母呢，无钓鱼啊，前生绝对含即个有那原因，过去缘伫遮，过去因伫遮。无今仔日你做妈妈袂来受苦，就骗这两个囡仔。伊这两个囡仔过去有哪钓鱼啊？
伊都无啥物，伊过去几世钓鱼啊，啊，今仔日因的形式，较过来生带即个钓鱼啊，爱钓鱼啊，即个爸爸恁，安听吼，同类的中间较来相应。但是照讲，即个囡仔有那是自作自受的，因爸爸较来负担，因为因爸爸钓鱼啊，较来负担爱负即个苦本。但是因爸爸钓鱼，伊未来世因爸爸嘛爱受着即个报啊，听无？那无他们嘛是爱受即个报。所以我即马讲安尼，恁应该着联想着现实，迄、那个啥物人？吼、哦，恁也知影就好哈。听无？迄毋是因老爸做毋到，伊囝去受啊。因老爸死去嘛，对吼？因老爸嘛是变了出头的啊。但是呢，即、這个囡仔的本人含在相反，绝对有那伊的本来的前因啊。听无？袂讲大人做代志，互囝，即个有牵连到伊个前因，所以来，较来生伫即个相应个家庭内底人。今仔日伫亚经两句话去讲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积善个人，就迄个善德个人来出世嘛，听好无？积恶个人，就迄个精神恶业个人来出世，迄、那个叫做同类相应，绝对毋是讲我作他受。今仔日要做我的囝，譬如讲，要做我的囝，唔是讲我的福报予伊，是因为伊有福报来做我的囝，安听好无？那无伊都无福报来做我的囝。今仔日一个家庭内底，迄个老爸老母那是去做废类，唔是因为伊废类来受恶业的中间，伊这个囡仔来拖累，这个有那是对。但是呢，这个是造缘，就是因为这个囡仔过去嘛是废类，今仔日较会来出世，伫这内底人的贫穷报嘛。咱今仔日若是会当彻底来忏悔，那么你改变了，你的囡仔有哪会改变？会教育，但是有时伊的大罪孽，若甲当伊改变袂来，伊若是过去较轻微，那么伊就改变较会来。所以那徛在咱个人立场，应该是自作自受较对啊，听好无？啊，伊会来修，比如讲积不善之家，吼、哦，比如何勇，这个何勇的主体有哪是伊本身哦？较来这个所在相应安尼尔嘛。所以咱人的一生的祸福成败，这绝对有原因。但是其他一个助缘尔，未讲无代无志去对着地，甲去对着畜生，去对着恶鬼，这自然处未讲安尼。咱别人都未落，为什么有人会落？听吼，所以人的命运，这个因，就是有那由恶人所做啦。你的对落，嘛是家己做。你受不了结束，就是你的罪孽已经尽，但是这个人间有一个意识，真容易搁在作孽。譬如讲，伊过去呐不是给皇官的人，伫地甲官官起来到人间，嘛是搁在继续这十期搁在作孽，伫人间的感觉搁在官呀。啊，官了后，你提早甲放出来，注意，迄、那个甲官的中间也未改造啊。但是伊起来讲啊，安尼个都甲。判六年，我都关三年呢。安尼，目一年就过去啊嘛。我搁在拼拼看卖啊，加遐衰，敢咪搁在用力啊着？对不对？所以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啊。所以甲关无教育，原在迄个时期低咧，搁在出来搁在作业。这个问题多伫啊。所以我即卖是要甲咱注意说明，因为这个价绝对有变化。价，因为人不合不得机。但是教爱彻底教，我即马讲彻底教，一定爱互第一明白因果，第二一定爱知讲做人到底安怎做较对。那是你无教教做人的话，你当然伊作业就一个堆落咧。我即马有看着新闻，我逐日逐个看，白小燕的即个案件惨案出来了，足侪家长家己紧张嘛，拢去学校等因校因囡仔放学回来通去带回来，啊若无就甲带去学校嘛。你敢有一世人行较紧的呢？敢有可能？啊，毋着拢卖互出去。安听哦。但是即卖爸母是惊囡仔去用绑票，但是伊敢有考虑讲，我囡仔大汉会敢绑票未？你想看卖啊？会敢绑票未？有想无？真有可能啊！你看即卖即个囡仔十六七岁啊，特别飙车。即卖来呢，像长洲尔迄规个。冤家就开始同学了嘛，十六七岁就开始人啊，爸母要哭要安怎？
迄若要甲讲咧，当然即个是伊个关系的，即个习气有关咧。毋过你今天今日，你敢有考虑讲，你个囝应该安怎教？家庭真真重要，学校去教，佮家庭真重要。你干那去惊你个囡仔放绑票？但是你敢有想讲，我摆起来，我个囡仔会做匪类个袂？即马青少年就去做匪类啊嘛，学校嘛真歹教。佮在老爸老母，迄个慈爱拢假，应该严父佮慈母吼。哦，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即马一个问题讲，咱人来真正无教，无教，老爸老母甲咱生，甲咱饲，要教什么人甲咱教？对细汉培养还是老师教呢？应该大家知影嘛？但是即马的老爸是囡仔，若互老师讲着，就换到老爸去去拍老师，我讲有够无天良诶，真正无天良，吼、哦。那么这老师伊就讲，既然我甲你教囝，你唔肯我教，那么放鬼在伊啊！那么这种放鬼在这种囡仔，你甲看将来会去杀人个未？会去做匪类个未？因为无人甲教咧，老爸老母天性无人教咧，细汉偷挂布，大汉偷干牛啊，这必然的嘛。所以不幸，伊这个囡仔有迄个习气，佮生到这个真歹的家庭内底人啊，那么伊大汉就不成人了嘛。就变安尼啦，无真无正人，无亲像人，所以人就甲骂精神啦，骂鬼啦，骂啥物，当伊就变做精神师啦，做鬼啊代志嘛。哦，这必然的。所以今仔日老爸老母应该爱会晓教，该生该饲，有哪会晓教。但是呢，若是去互老师讲着，当然爱去再特别甲点。我认为爱安尼较对。佮再讲，甚物原因你互老师讲？袂迄个讲老师无代无志，甲讲讲咱个囝啦，安听吼？袂安尼，我想袂，都、就是伫学校内底无含人相伤害安尼嘛。不过即卖咧，不是着家长拍老师，家长结果老师，我想真正天地倒变。你袂向家去学校，互老师甲你教。有无？咱中国有一个天地君亲师啊，因听无？即应该大家捌嘛？天个因，地因，君国君个因。吼、哦，六亲眷属的因，老师的因啊。今仔日若捌这个五因的人，伊绝对有人格嘛。会感天地因，感国君的因，咱这个佛法的四种因嘛是国王因嘛有啊，三宝因、国王因、父母因嘛。所以今仔日呢，实在讲人无名利吼，就是爸母袂晓教。今仔日的作业就是唔知因果，所以佛弟子来听经闻法会改变，绝对会改变。啊！若无恁听要创啥话？所以菩萨行者就是第一，以佛陀的这个因缘法，甲因果的理论来传授予众生，予众生落实伫人间的这个人格道德。安尼来，伊就袂作业，袂作业，伊就袂对了嘛。哦，所以这个三恶道的中间是愚人所作的业来对了的呀。有时你作业是将来对了，不过你现生的人世你就真歹啊嘛！不但你歹家己，家庭也影响，啊个社会也影响，迄、那个心就歹啊嘛！心歹就社会影响家庭，你个人的命运也无好。那是要改变你过去也无论偌年歹，你今生来到人间，伊就变化，有惨的就变化嘛！这必然的，所以一定爱名利。但是做父母爱名利，爱有一套方法教囝，若无一套方法教囝，你唔通共生。你生起点都败害，败害社会，败害人群，搁在侮辱着祖先，侮辱爸母。你个想，你想看？但是咱爱考虑哦，咱个人的地主会安尼呗，主地。你今仔日若未向改话，摆只恁有来伤心，会有来造成啥呢？白头毛送乌头毛的。你个想讲，去年千杀八十几个，拢少年啊，拢绑票啦、抢劫啦，有诶无诶？即嘛，若要搁加重，现在贩毒的，若要去抢劫嘛，我看不止百五个人以上。吼、哦，今仔日佛教徒的佛弟子，那依咱来讲，咱爱有一套理论，有一套佛法伫咱的心内底，看变安怎教囝。这绝对爱会晓得，若未晓，带出来互咱教。安听无？带出来才互加减啊听，加减啊分析，伊绝对会落实伊的人生的品格出来。即马学校无去教这道德，公民道德无去教啦。带动过，讲有诶讲，即、这个公民道德无分数诶啊，无分数呢。有诶讲安尼呢，
我前次听一个老师讲的，讲因囝对这个公民道德起来分数，讲老师无甲承认，还分数。安尼先来讲，所以即马教那教迄个要安怎样未来生活，即个物理啦啥拢教在嘛。英文、数学，这当然牵连到人品就无啥重点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因就是因为有讲到这个贪欲爱作业，亲人心爱作业，吼、哦。啊，佮再来无耻爱作业，佮再来骄慢心爱作业，所以这四项问题拢对社会无帮忙，拢伫咧恶质里。所以做人吼，即、這个廖正和伊甲讲安尼，讲即卖人唔惊死啊？为甚物呢？因为迄个人性明白。廖正豪嘛吼。这若无重新教育哦，无可能改变啦。迄、那个法务部长吧，对吼、哦，法务部长伊就讲安尼嘛，一边连也无，我看到长的连也无看到嘛。所以今仔日我想讲，既然安尼，伊讲你也着甲枪杀，伊都唔惊死咧。看别人个枪杀，伊嘛无惊死。吼、哦，那就咱台湾即个讲抬头做，抬头生意敢做啦，了钱生意无要做。不过，刚就有这句话嘛哈。啊，但是讲招数了就有先死嘞，伊嘛不要紧啦。但是了钱袂使先啦。所以这个就是人性啊，已经会使讲蒙蔽到有够蒙蔽啊。所以社会已经乱啦啦，唔是咱台湾个乱啦，社会已经整个国家拢、整个世界拢乱啦。迄外国人无代无志，一支枪、机关枪啊，扫了二十几个东西，还没无什么玩笑啊，伊甲拍包，伊个人。讲我都欢喜安尼嘞，安尼，我欢喜啊！哈、哦，迄刷脚车弄倒人，搁再倒把骨甲搞烂，讲安尼较省结果。迄有人性无？无人性，听无？迄无人性呢？安尼伊敢有较好？伊迄个人绝对念袂出家好，嘛会死甲真歹看，哈、哦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因为因果相待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今仔日吼，一定爱釜底抽薪。重新教育，那么咱今仔只佛弟子，比如讲今仔日咱只听唔到三四百人，恁等下有一套佛法的真理，对你的子弟亲友安尼来讲，安尼较对，安尼来改变社会，较好改变，若无法当改变，真正无法当改变，重新来啦，啊，无要扫乌扫袂离啦，即马叫扫乌才二三十岁咧，即马来才青少年，连面嘛过二三十岁啊，安听我，连面就个大汉咧，大汉因为伊都无道德的力量。伊唔惊因果，伊唔知虾米叫做因果啊，所以伊嘛是搁在绑票有诶无诶嘛，听吼？伊就要想讲看会当趁较紧诶袂啊，啊但趁较紧，伊就三做三五日就开了了，啊卡个搁来绑票，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请咱诸位吼，咱拢总是共同护咧地主，在家是有报喜有报疑，出家是避求避求呢，安尼咱共同来挽对方。对方就是讲，这个社会不良的风气，看会当较紧改变，因为这个是咱永久大呀，嘛是咱的子孙要大的世界啦。这个中华民国，咱知影吼，和咱未来咱的子子孙孙，看会当较紧，莫有这种苦难的这个日子过有无？那么就看咱这世了吼，这代啊，再佛教徒要彻底改革明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下面咱来说明，这个第十三页尾啊。哦，迄有写伫乌板哈，是身邪行，是身邪行报，是口邪行，是口邪行报，是意邪行，是意邪行报。哦，咱再了解这个。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啦，佮讲着身口意，但是会记住咯，这个唔是讲一般的业哈，唔是讲一般的业，因为唔是佮讲意业啦，意业有一个贪嗔痴啦，哦。啊，这个个嘴有一个恶口机器，这个不是啊，这个不是去讲这个，啊、哦，这个啊个有一个特色的一个艺术在进来底，这个以下行，大家注意哈，就是心意的集中，这个心意的集中，当然世间的这个贪嗔痴也是集中啦，但是贪嗔痴后边又个讲到，所以这个就来讲叫做发集啦，啊个发见，迄就是讲邪见这三类。就是对有啥呢？
对我个人有想讲要解脱，但是伊搁在七个法唔对，行个法搁唔对，又搁是走入这个邪法入面安尼。但是伊唔对了，伊搁未突破，准入迄个妄见邪见。所以这个呢，这个见意邪行吼，咱就甲咱讲法执啊、法见啊、邪见。这个见又是个人的看法，个人的见地。哦、我个人的看法，这个我家己想家己对的。但是这个意邪行呢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咱的心意，伊所执着的是邪见，唔是正见哦，唔是佛陀给讲迄个八正道内底的正见哈，唔是安尼。这个叫做邪见，或者讲伊执着邪妄法。那么当初因为印度有96种的外道。会记真哈，96种外道哦。那么这个邪见，咱再用邪见来甲讲，有一种人的邪见是安尼。这个邪见，咱伫迄个个八识规矩上内底都讲着，这个邪见的五见之一。五见之一呢，就是其中包括邪见，就是认为世间无因果的道理安尼，无这个因果道理，啊，事实因果是真明。世间的这个物质，生命的物质。正规得规，正规就是因，得规就是果，正道啊，得道啊，应该合理，这个叫做天地间的因果，自然的一种因果，吼、哦，啊，都因都无爱想讲世间无因果，以为世间无迄个交果，因譬如讲咱人的命运所造成的果，唔是真，唔是过去因的安尼，伊是安尼想开讲世间无因果。所以因的认为讲世间的一切事物现象，唔是因为因所造成的果。譬如讲咱这个大地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生殖异变的这种变化，因这种无因果论的人认为讲这种的变化是真自然的代志，是无定无地会变的，唔是绝对有果因的。吼、哦，所以一般人就想讲，你若会当想出一个手段，啊想出一个方法，你就有办法。你要得到，绝对有办法得到安尼。这种无因果理论的人是想安尼哦，吼、哦！只要你要爱啥，啊，你想尽办法，安都会当得到。只要你那是肯努力，譬如讲有个人讲事业要成功失败，吼、哦，占人的这种努力成分100%嘛，吼、哦，一般的人是安尼讲。但是事实，有个努力的人，唔是大家拢成功啊，安、啊、听吼、哦？真真正正去打拼的人，有诶失败真多。原因是甚物？唔是咱人事会当解决代志的，就是和前因有关的。咱听吼，所以因为有人都认为讲啊，我若努力绝对会得咧，唔是安尼，吼、哦，都有办法得的。或者是讲，我若是肯努力，都有成功的可能。那是这种的真理啦，吼、哦，那是这种的心理哦，会自然的认为做歹唔惊啦，因为我若有手段，就要甲得甲到嘛。注意想看卖啊。吼、哦，这款就是唔惊因果，一种真无正常的，这个叫做邪见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那是邪见的人认为讲做歹唔惊，啊做善就无必要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种叫做错误的谬见，就是邪见。这是邪见其中一项安尼。好，咱休息10分钟，弥勒尊佛哈。哦